陕西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大省，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。这里的历史文化博物馆非常多，很有趣。2018年，兵马俑去了利物浦，当然不是所有的兵马俑，因为有几千件，但是一小部分去了利物浦，允许英国人了解到我清代的文化。我真的希望以后文化方面的交流会越来越多。今天我有一个非常难得的而且珍贵的机会，参观一些文物修复的过程。这个工作非常重要，可以说是错综复杂的，很难想象这些东西原来是这样的。有很多不同的小小部分，他们以后就把它们结合起来放在一起，他们能这些专家能判断，确实这个是需要这些先进的科技跟那个古镜融合，很震撼。我非常希望以后英国和中国在这一方面能够继续交换分享知识。缺损太严重，嗯，像这件就腰腹这块几乎是没有的，对，这都是后期补上去的，而且这个小动物上面的那个，它这个小这个是它脚底下踩的，其实就是这一件，这是另外一件，另外一件，对，这个它不只是为了那个西安陕西，你们确实是为了全国那个全世界做的贡献，很重要。